我自己也要来看一下。我买了一个益美 Latte 汤圆，还蛮特别的。然后我刚才煮了，已经把它煮好。那它的配汤要配什么呢？我就真的煮了咖啡跟牛奶。牛奶里面我已经加了蜂蜜了，所以它是有甜。然后就把它加下去，对，好，再看看，就擦一下，会觉得蛮炫的。这样看起来还不错啦。然后这样子，然后还拿了一个巧克力配它，我觉得这样比较搭吧，不然这种咖啡汤圆要配什么呢？这样看起来不错了，汤当然很好喝，汤就是 latte 咖啡，对，又加糖又甜。然后吃一个看看，有一点苦苦的，有糖的味道，不难吃，但是要说到好吃呢。也没有，它馅料不多，所以你咬下去啊，应该是因为馅料不多，所以你吃下去没有满足感。我觉得还是花生的比较好吃，就是它的味道有一点像不甜的花生汤圆，然后料太少这样，所以不如吃花生汤圆，就这样。好，结束。